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金。最近在这个韩版啊，一直在推的《阵营战》哦，还有跨服工程上的部分哦。然后在这次7月18号子改版中啊，我们有发现新的阵营战哦，应该是啊。然后这个阵营战是这个沙虫跟蚂蚁的部分哦。那目前推测这个副本会将玩家分为两个阵营哦，一个是蚂蚁军，另外一个是沙虫军哦。那双方需要在活动地图中进行厮杀哦，还有打怪的一个活动哦。然后借着杀人跟打怪物哦来获得分数哦。那这个副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玩家一开始会变成副本的特殊变身哦，有这个蚂蚁战士的变身跟这个沙虫战士的变身哦。那这个变身也有分阶级哦，有这个一般阶级哦，还有高级、有神话等式的阶级哦。那这个阶级会影响变身所给的能力跟技能哦，越高级的变身就越强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哦，双方都有四种变身可以用哦。那玩家一开始会从一般变身开始玩起哦，然后随着你取得的分数来升阶哦。那升阶也就是变身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哦。我们可以看到打死小怪会获得10点积分哦，打死玩家会获得100点积分哦。那最后都是比积分哦，哪一方高就获胜哦。那这个副本的活动时间有30分钟哦，可以在30分钟内进行厮杀哦。获胜的一方可以获得这个宝箱跟罐子哦。那目前还不知道奖励内容有哪些道具啊，详情还是要等官方来公布啊。那以上是目前得到的一个图片哦，跟推测的一个讯息哦。那正确的版本还是要等官方来公布哦，所以玩家就再等看看吧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介绍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